各位你好，我是卡洛斯。之前我曾經有兩集的影片教大家怎樣做手指琴的，那個做法是由冇到有咁造成的，包括鋸木啦，將所有配件黐成共鳴箱啦，以至於安裝鋼片和調音等等。但當時所做的呢個拇指琴是十音的拇指琴嚟嘅。咁喺嚟緊嘅工作坊裏邊我哋所做的是完全不同嘅喎。我哋做緊嘅係十七音的拇指琴。提一提大家，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，請按右下角的訂閱。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，請按叮噹。也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。由於是通過網上來教學的，所以我也不敢要求大家去鋸木和去做太多的手工的工作。所有各位老師拿到的套件裡面，其實所有配件已經是合適尺寸的了，大家只需要將它裝嵌這個拇指琴就已經可以用得了。但雖然是這樣，裡面有很多手工藝技術的，我希望透過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個技術的細節。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兩塊梯形木板就是共鳴箱的底面，而這四條就是共鳴箱的外圍。這四條木條都做了榫位的，但由於共鳴箱是梯形，所以榫位是斜的，因此當你第一步裝嵌共鳴箱的外圍的時候，必須要分清楚四條木條的位置和方向。這種木榫是最簡單的木榫，稱為手指榫。我們可以在手指罅之間落少少的膠水，然後先接合，整個結構就會堅固很多了。如果發現手指之間還有罅隙，可以用木錘輕輕將它敲實。要知道共鳴箱的外圍是一個等腰梯形，如果外框凸得不好，拼埋去個面板度，你就會發覺歪埋一邊啦。趁膠水未乾之前，你就要適當調校一下啦。嗱，由於面板咧就相當薄，而一間咧又要喺面板上五口螺絲喎，咁所以喺呢一度咧要貼上一塊梯形嘅木塊。一般我哋採用黃膠咧做木工嘅貼合咧，可以用濕黐法或者乾黐法。如果用濕黐法咧，好似咁樣搽完之後就咁貼落去就得噶啦。但如果你想用乾黐法咧，就可以喺膠未乾之前咧，將佢捽勻兩個面，等兩邊咧都有足夠嘅膠，然後就放喺度等乾，而等五分鐘至十分鐘之後咧，先至將兩者貼合。兩種黐法各有好處，濕黐法喺未乾透之前咧，仲可以慢慢咁對位，但係乾黐法咧，一貼合之後咧就冇得喐噶啦。無論用邊種黐法都好，可以用 G clamp 或者 F clamp 去鉗緊佢，等佢完全乾透，效果自然更穩固啦。上粗嘅螺絲之前必須要鑽導孔。由於唔係每個人屋企都有鑽孔嘅工具，所以我做咗一個輔助工具，讓我可以快速咁幫所有童工一次過鑽曬所有窿。鑽好曬窿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將面板同埋底板都同木框貼埋一齊啦。過程自然亦都可以用乾黐法或者用濕黐法啦。正常嚟講，打磨或者油漆嘅工序應該呢個時間完成啦。剛才鑽個五個窿嘅位置咧，同呢條金屬條上面個五個窿咧係完全相對嘅。五粒螺絲咧係 M4 螺絲，而我哋剛才用嘅鑽嘴咧係直徑 3.5 嘅。咁所以用一支適當嘅十字頭螺絲批咧，應該好容易將螺絲扭入去嘅。但係呢個時間咧，唔好將螺絲完全扭盡，扭一半入去就得啦。喺金屬條上面咧，黐上呢條木條。木條黐上之後咧，應該同合邊距離一隻手指位嘅。所以如果我哋工序咧，唔係先鑽窿先啦，亦都可以利用呢個距離先貼好木條，然後先至鑽窿。由上面木條度出嚟27mm 嘅位置畫一個記號，兩邊都量度好之後咧，畫上一條平行線，沿住平行線貼上另外一條有坑嘅木條，而呢條木條咧就係我哋所謂嘅琴橋啦。要令到鋼片準確發音咧，琴橋唔可以係木頭嚟噶，必須要係金屬，所以喺呢條有坑嘅木條上面咧，我哋點兩滴膠。就將呢條不鏽鋼枝咧黐喺上面。嚟到呢度咧，應該進行最後一步，就係上鋼片啦。
我哋需要嘅工具咧就系调音锤，再加上一个平常用嘅铁锤。发音条点解有长有短呢？呢个好简单一个物理原理，因为长嘅条咧就会发出低音，而短嘅条咧会发出高音。我哋按住 C D E F G A B C 嘅顺序，将啲发音条咧由中间向两边分布咁排好。我哋睇翻十音琴咧，佢只需要两粒螺丝咧就可以压实所有嘅发音条啦。但喺十七音琴咧，就需要用到五口螺丝，而喺插入发音条嘅时候咧，喺五粒螺丝上面嗰五条发音条咧系唔可以插入去住噶。未插嗰五条咧，分别就系低音 C 啦、中音 C 同埋 D 啦，仲有中音 B 同埋高音 C。呢个时候咧，我哋真系要出尽力，将五粒螺丝完全扭尽啦。只要完全扭尽咧，你会见到所有金属条咧都会被压到挛咗。咁样做法咧，琴桥上面嘅金属钢支先至可以为每条金属片嘅长度定位。好啦，最后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将剩翻嗰五条金属片插入去咧？咁就要巧妙咁运用两个锤仔啦。首先将调音锤尖嘅一边咧摄入去尾部，利用共干原理将个尾部咬挛少少，然后用大锤喺另外一边将金属片揼入去。过程中咧，你可能需要另外一位人帮手护住个琴盒。如果冇人帮又点咧？咁你又可以借助 G clamp 将琴盒固定喺台面上，然后再做揼钢片嘅动作啦。当然啦，用咁嘅方法将五条钢片摄晒入去之后咧，啲钢片系会好唔整齐嘅，但系佢哋唔系紧到喐都唔喐得嘅。你仲可以慢慢将每条金属片咧调整到平衡嘅。最后调音方面咧，大家可以使用手机 apps 嚟检测音高，然后使用调音锤将每条金属条敲进或者敲出嚟调校每一条嘅音高。提醒一下，如果喺环境嘈杂之下调音咧，最好使用有夹咪嘅调音器。而调到高音部分咧，仲有技巧要特别注意嘅，因为高音条震动嘅时候，会同时令到低音条共鸣嘅。咁样调音器系冇办法检测到声音嘅。喺咁情况下咧，我哋可以用手板压住已经吞好嘅音条，而只系容许调紧嗰几条音条震动。只要有啲耐性咧，好快就调好晒十七条音条噶啦。希望经过呢个影片之后咧，大家会明白十音拇指琴同埋十七音拇指琴設計上不同之處，而懂得運用你手上的手工具去完成它。